那边预约很快是预约预约。下掉的道路，它就是刚好哦不远了，如果一下就到，好漂亮，可以很近。那我除了持有全部都在西米这边，那我们乱西米不要，不是都在说，听到我们的小区在那里去散的，蛮善良。他们还是有去的、啊，嗯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打球时间太少，所以去小区打球，而且去的时间，他们现在都晚上，晚上不太能打，所以我们去都是一样是，我跟金丹一起打，没有差，就去讲讲，不打白天的，白天比如说下午啊这样子。因为小巨蛋他们现在就变成是大家上班族，就是下班的时候哦，去。然后你说下午的时候，可能都是完全封路。对，或者是那个强度不强，就是对啊。你看西米啊，西米看这就多多一堆都是不玩，你不会适应的。哦，真的，因为突然西米干嘛？他是下午吗？下午，要他有一些还蛮冲的。橘色那已经两寸了，这样子两寸。那如果他有的话，不就变两寸？对，三个在两寸。谁不知道呢？但是那不是有可能啊？他先赢的，有可能。他破解到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？孙超，很稳的，然后。所以他的击球点我还看不太出来，就是他就藏得很好啊，对那个击球点，对啊，那反手的看不到他到底在哪里挥，他经验也好，好，六五，哎，吃完浪费啊，会不会领便当？刚刚我要问一下，因为这些要拿给我的，是哦，那边是工作人员，因为那边已经有，那比如说这个哦，一盒，我也没怎么吃，你就拿去吃啊，没有什么，快吃啦，就是我想要便当，我要去换便当，再看一下，那便当不是选手，不是选手吃的，好，谢谢，不知道问一下。工作人员比较辛苦，你攀一层看就可以了。真的哦，装不下。好，他刚才跟我打的时候，光是接发球，他大概就十五、六七颗吧。这么紧张啊？你用胡子吓他？我不是啊，我刚才我脱裤子，抓一抓，然后抽一抽这样。胡子吓他？对啊，太大只。他是第二场，那接发球大概就一直的被我踢掉了。你跟皮皮还有谁？你是跟皮皮还有谁？那还有一个老婆。我总是累，真的累。高中生，不是啊，瘦瘦的，黄定啊，黄定啊，是德淑芬，对，那是真的，德淑芬，对，
果真的吗？搞一个妈的，要等两个串串。我的天，现在都是这样的。我现在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妈，你现在叫我他妈打这么小球，再叫我去往前扑，我盖很好，刚看到就懒了，不要闹了。我靠！肯定是故意的，知道你是新人，好像是 Game Four 啊，对，现在 Game Four 啊，现在 Game Four。我真的觉得那个音乐真的有很大的影响，我也觉得那个心情很难那个平复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连看球都不能专心了。对啊。高的，然后瘦瘦的，他那个前臂啊，他那个前臂啊，他那个前臂啊，因为他打没多久。他们是有潜力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三个平常都在一起打，我会跟他们打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就你们三个吗？还有全打不配，哦，大概就在亚洲这边了。这彼此因为我们这个大概晚上就在打一下，因为那个也只有成功，好像就只有他。场地的话，你看过那个场地吗？对，就很矮啊。对啊。我上次有一次去那个，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永丰站。永丰站，它是看长龙都有。不过那个没有办法，因为它一定要有在那边住，或者是你要买它的会籍，然后会员来的。它很贵吗？你要有一个入会费这样。Pioff 刚刚那球是不是拿了？对，然后呢，他要球，对他要的是球。他这样，他啊，刚刚那球有没有 double？ 有吗？有没有 double？ 觉得没有吗？不能讲。他说对啊，觉得没有就没有了。对啊，你觉得没有 double？ 打 net， 完全打 net， 不确定要打 net， 确实打 net。刚看就是打 net， 可是他们都很会就是继续打。Thank you.
呛虾，然后被我本来就跟小琪讲，我说他大概胜率只有三成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法，因为但是比赛不一定，你三成还是降级率三成，还是会下雨啊？对，但是有可能下雨啊，又不是说一趴。但他对俊男，他自己感觉是一趴，然后还有一趴。
就是今天我没有看到，但是他最近反悔。我觉得他那个，你知道他那个今天那个发球超可怕的，全部都是线上哦，然后又 lock， 像这种场地，你那球一 lock， 你看到就没了，就对吧？灯那么亮，黑的，就很对哎。那你 lock 就你只能等球落下来才能起来，要不然一抬就赶球嘞。因为那球是黑的、啊，然后那灯又亮。他基本他的基本的发球都是这样。那个野熊不是投的很高这样。他基本的发球都是这样。真的很难打。对啊。然后他今天那个发球之好，然后又刚好都是线上，合理啊，他基本都他的这是他的基本款，非常打的，好球，哦哟，小心因为那个台大他们打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打打 game， 我觉得要你一局都很拼，我觉得，因为他现在把 pace 都加到就是男子组的，我觉得他现在是这样，然后而且他应该是现在有在压重量，然后体力又好，像我们那种干体力一局没拿下来，你就觉得靠，就一直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，就很痛苦啊。难道不知道？因为不想输给你，真相大白。我觉得信义你有讲，他说他本来那影片不是要拍那个，可能想好了，只是把名字换了。我说我找他跑步的。啊！这样打一局局好吗？对啊。觉得哎，应该有机会了。该拿的分都没有拿。对。这样子就要接近一点，但是只有失误率。因为那个标标超啊，失误率高，他就是接近了。对，就那个一让他失误率太高了。好球。对我的时候，他已经超慢，因为接发球就输了666还七颗嘛，所以他已经超闷，等于是那个挡一只脚让我打，这样。我有靠，他以前就有在台大，没有哎，我没有跟他打过球吧？我以前在台大跟他打过，很多好几年前，现在都进步了。好球！哇！真的呀！哇！不过他看起来也是有点发福的，符号是胖。好球！好球！我是肩膀压过度，这样。对啊，他是要多用力，肩膀不会压的。好球！哎，7-9。我觉得它里面的人都不知道。好了，好球！8-9，7-9，八比九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我觉得是有点想要往这，我是觉得你够不秀的时候，我都往前去。好紧张耶！没掉了哦，掉了。对啊，掉了四颗。可以进去。
打得到，今天就没打到球了。Nick Match. Please call him.